财经界四大听王都在股票王，请上网搜寻股票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到两点的股票王啊、哦，我是 Michael 洪老师啊，哦，你看送啦，我告送对吧？哦，你看为什么爽啊？你看了 Michael 老师节目你就知道，各位啊，台股啊，哦，台股啊，昨天对不对？昨天5月13号就已经怎么样创新高啊？有没有人跟你讲过这件事情 ？Michael 老师早就告诉你，今天呢再创新高，再创新高，你说老师啊，创新高有什么了不起？很了不起啊！为什么？你看 Michael 老师，哇，又笑得合不拢嘴了。为什么？Michael 老师啊，提早在四月底哦，我就告诉你什么，大盘会怎么样？创新高！你看，为什么会大声？因为 Michael 老师准啊！而且我跟你讲，全台湾这么多投顾老师啊，哈，能够提前在半个月前就告诉你的，已经不容易了啦，已经少之又少了啦，对不对？都做不到。Michael 老师不但做到了，告诉你提早会告诉你创新高已经很强咯。重点是我不止提前告诉你，我连怎么样，我连为什么创新高 ,WHY,Why, 为什么创新高我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。老师大盘为什么这一波为什么这么强，来我们请导播帮我播一下 VCR。台积电力道科技涨这样子，台积电基本上涨一点，台股是涨了8到9点、哦，所以台股你掌握了台积电，你掌握了半片江山了啦。所以如果它如果涨停板，大盘一口气可能会拉700-800点哦，对不对？那又会创新高。各位啊，有没有看到了啊？刚刚那个是几月几号？是4月26号的影片啊，4月26号影片啊。当时的大盘在哪里知道吗？4月26号有印象吗？当时大盘跌破20000点又怎么样？又站上去。当时大盘在这里，你看一下当时的大盘啊、哦，当时大盘在这里，4月26号在这里。当时大盘打个嘎皮皮出来，对吧？因为什么？但下来又上去，哇，好像又完蛋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看这是4月26号，好、哦，这一根4月26号，当时谁告诉你？大家有印象吧？很多人看嘎皮戏，对吧 ？Michael 老师提，赶快出来把你怎么样？信心喊话。那时候我告诉你，不要怕哦。台积电我780那时候我还怕你跑掉嘞，我还告诉你说不要怕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我那时候我还拿一张字卡给你看，你看这张字卡又出现了。这两个礼拜你一直看到这一张哦，我告诉你什么？别人恐惧我怎么样？我贪婪。别人恐惧我怎么？我贪婪。哦，我还怕你记不住，我还国台语告诉你呢。我讲啥？我讲我消贪啦，啊，我讲我消贪啦，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说，别人在恐惧的时候，你要干嘛？贪婪，啊，麦克老师是这样告诉你的，你有没有记起来？啊，我跟你讲过，力道 K 线只要是什么颜色，红色，啊，我还跟你讲说，只要台积电一路怎么样，一路红，台积电怎么样，会涨就会涨。台积电一路红，你刚看的 VCR 啊，我告诉你，台股会怎么样？过前高了啦！哈哈哦，你看这么厉害的老师，你要去哪里找啊？这一波你跟着 Michael 老师、哦、一路坐上来、哦、你是怎样？你是探个病鬼了哦，真正探个病鬼对吧、哦？我跟你讲啊，我自己看我自己4月26号的录影啊、哦，我都起鸡皮疙瘩，哦，龟仙姑也给不回账。我跟你讲，我发现说我好准哦。我真的好准哦，真的哎，很多分析师昨天节目才告诉你台股创新高，哎，那有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哦，我4月26号就告诉你了，而且呢，我还告诉你原因，有没有看到？我要告诉你原因哦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，同学啊？哎，创新高没错啊，啊，但是你快不快乐？你快乐吗？啊，为什么很多持有中小型股的股民？啊，你可能持有中小，他不开心的、啊，他不开心，为什么不开心？因为这几天涨谁？涨台积电啊，对不对？涨谁？涨货柜三雄啊，对不对？航海王啊，还有涨谁？涨鸿海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中小型股都没涨啊，我就不要讲那个什么，很多人投顾老师在讲那个什么金融股啊，呵呵，金融股昙花一现，今天全部怎么样？全部跌。啊、哦，我不方便秀图了，我怕很多投顾老师会怎么样不开心呢、啊？对不对？有人金融股乱追高，被嘎死了，
好，那你说老师，那你不快乐，创新高你不快乐，为什么？好，你为什么？你看，我们看，你看电脑，你看，其实这个新闻很好，很棒，说台股创了这么新高，股民今年平均财富增加多少？75万，哎，但你注意哦，扣除台积电只剩下多少？只剩下28万，哎，每个人都增加75万，但是你扣除台积电，结果只剩28万，啊，这什么意思？表示怎么样？大家你没有做到好股票，你都不开心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台积电的节，台积电我告诉你啦，哦，你有看 Michael 老师的节目就知道啦，你有看 Michael 老师的节目就知道啦，你看这是截图哦，好，哦，这截图哦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这不是今天才拿出来的，这早就拿出来。你看这个这么帅哥的老师在这边，对不对？这是荧幕截图，你看，哎，我早就告诉你要干嘛呀，一路爆爆爆爆爆爆爆，我告诉你力道 K 线一路吼，你就给我怎么样，爆爆爆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同学啊，你如果应该还有听觉暂留吧？好，哦，你有听觉暂留，你就听到 Michael 老师讲几次的。我告诉你，台积电我们从550到600、700、800，我再告诉你，报到上礼拜，我还提醒你怎么样报，我还提醒你报。好，哦，那你说老师，那鸿海嘞？啊，鸿海嘞？鸿海，我跟你讲什么？你看我前两天拿了这个图，拿了前几天拿这个我刚刚跟你看过了。我跟你讲说双题材，我还给你画了个数学 A 交集 B。对不对？双 A， 双 A 什么 A？Apple 跟 AI， 我告诉你，鸿海在这里。哎，我手稿都留着哦。我告诉你，我手稿留着，为什么？我就要提醒你，鸿海很容易涨啊。每次讲到苹果，它怎么样？涨一波。嘿，讲到 AI 就怎么样？就涨一波。哎，所以我跟你说过啦，力道 K 线是红的哦。鸿海的力道 K 线什么颜色？红的。来，鸿海的力道 K 线是红的。鸿海的力道 K 线，你看，这又是截图。这是截图，这不是我今天拿出来的哦。你看，我当时就是提醒你了。鸿海，我们从哪里？从103，哎，一路红就一路干嘛？一路爆啊！啊，一路爆啊，一路爆啊！哎，全市场有本事买在103的鸿海是谁啊？就股票王了啦，就是股票王了啦，对不对？就是谁啊？就是 Michael 洪老师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你说老师啊，啊，航海王嘞，啊，航运这一波嘞，啊，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这张还是截图，这张截图。好，哦，你看这一张，你看万海。万海，我几月几号啊？几月几号？然后告诉你什么？买这一支，买哪里？买60左右，对不对？又怎么样？又大起，又喷出去了，又涨停了啦，又涨停了啦！哎，这一张你看了，看得出来吧？看得出来吧？这是 Michael 老师吧？啊，哦，你看这么丑的 Michael 老师，对不对？哦，在这里啊，这截图这不是今天拿出来的 啊， 啊，同学啊，所以你要怎么做啊？你要怎么做？你要跟 Michael 老师做啊？那麦老师做啊，哈，你看鸿海那个航运股，我也跟你讲了，哈，你看上次我跟你讲什么概念？你看投影，你看我跟你讲说，哎，涨价概念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运费，啊，运费要调涨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我涨价这个观念，哈，涨价这个观念，我最近几集有没有一直提醒你啊？啊，我在第一轮就讲过了，我讲什么？我说欧阿米爽，对不对？欧阿米爽一碗50块，今天要变100块。哦，那你需求还是在的情况下，营收一定会怎么样？一定会创新高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你看运费涨，货柜三雄的题材还没有开出来之前，货柜三雄的财报还没有开出来之前，我就知道它会涨了啦，我就知道它会涨了啦。哦，虽然长荣，我跟你讲，长荣财报今天才出来，现在准备要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我昨天整理资料的时候啊，哎，我昨天很认真，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发现说，哦，这个，哦，航运股还会怎么样？还会飙。还会飙，还有空间，还有空间，哦，所以我赶快发简讯哦，给我所有的家族粉丝、家族成员，我赶快发，赶快。昨天我发什么？你看，我告诉你什么？哎，这一次你要注意，赶快哦，赶快哦。你看几月几号啊？5月13号。你看买哪一支？2613什么？中贵，中贵。我告诉你28，赶快买。今天怎么样？砰，涨停，涨停。今天是什么涨停啊？啊，中贵啊。对不对？哦，今天喷涨停，昨天来，还有昨天哪一支？昨天我叫你再来买这一支，2609的什么阳明？你看阳明，我告诉你，69块买多，对不对？5月13号，昨天下午我在做功课，昨天下午你们都在休息，我在做功课，我告诉所有家族粉丝，赶快今天要买这一支。哇，你看喷出去，喷出去，你看69，现在72、73、72了啦。啊，你看还有什么？来，你看长荣。长荣也是一样，我昨天也是一样，在昨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，你看我告诉你买这里，哇，长荣喷出去，随随便便这几只股票啊，你有收到我的讯息？你有收到我的讯息？随随便便啊，哦，都是正报酬，随随便便都正报酬，对不对？啊，哦，你看，哎，老师啊，那你说老师啊，那这几只哈，哦，哪一个的涨幅比较凶啊，哦？来，我整理一下给你表给你看，你看这几只的涨幅在这边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你看万海。
长荣、阳明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哪一只最凶？哪一只最凶？哦，万海，哇、哦，你看万海涨了多少？51%、欸，短短这一个礼拜多涨了51%、欸，51%、欸，啊，你说谁比较爽？哦，万海是不是比较爽？万海是不是比较爽？啊 ，Michael 老师有没有带你进去买万海？有没有叫你买？嘿，不，一周多51%呢，对不对？哦，同学啊，你看我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做。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做，你跟我做这只万海就好了，跟我做这只万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哇，你看真的是啊，爽翻天啊！你知道这一波跟着 Michael 老师操作哈，这一波跟着 Michael 老师操作下来，你知道你跟一般散户差多少吗？你知道你跟一般散户差多少吗？我刚刚不是有讲了吗？一般散户虽然看起来赚很多，看起来赚很多，但是你扣起来只剩28万，扣起来只剩8万，为什么？哎，散户就怎么样，赚一点就跑了。赚你就跑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散户没有什么，哎，散户没有红台积电，没有鸿海，没有航运股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是 Michael 老师的家族成员粉丝啊，你哪一只没有啊？你哪一只没有？对不对？你哪一只没有？你看你哪一只没有啊？万海你哪一只没有？对不对？鸿海哪一只没有？103块，我刚不是写的吗？鸿海103块，今天差点创新高 哦。你看从这边上去103块，今天差点创新高170，差一点，你看，砰，你看。你哪一支没有啊？台积电，我是不是早就预告过你了？台积电，我是早就预告过你了啊？多少？530买下去，530，你看到现在是不是又创新高？我告诉你，一路爆，一路爆！啊，同学啊，我们的家族成员多幸福啊，多幸福啊，对不对？你想要收这些东西的啊？你想要收这些东西的？你想要收这个讯息？你想要收这个讯息？你想要抓到万海涨停、涨停再涨停的？啊，万海，我在5月9号，看到5月9号我就告诉你60附近要买多，哎，现在已经70几、73、74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怎么收到这个讯息啊？你要怎么收这个讯息？你不收不行了啦！我跟你讲啊，现在这个行情抢钱，你不收我的讯息，你怎么赚钱？啊，你怎么收我的讯息？啊，我教你啊，很简单，你花一点点时间，好不好？等一下中间休息的时候，认真看广告啊，认真看个30秒、1分钟的广告。我是洪老师，等一下回来。高鑫投顾15年，首创人工智慧 AI 选股，交大电机博士郑琦双分析师洪老师，全台最爱帮会员赚钱的老师，全台座谈会场场爆满，人人都爱高鑫，加入高鑫，坐与高鑫，电话手机啊，车卡免费电话，0800-600-666，0800-600-666，0800-600-666。财经界四大天王都在股票王，请上网搜寻股票王。Hello， 欢迎回到两点的股票王啊、哦，我是 Michael 洪老师啊、哦。你刚刚已经知道怎么找到我啦，你也知道我们多准呐、啊、哦，谁有办法在期前半个多月就告诉你台股会创新高啊？啊，你的股票谁有办法带你这样一路爆爆爆赚到翻过去？麦克洪老师可以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讲那么多齁，各位，我们还是要先来关心一下总体经济啦，总体经济，对不对？齁，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跟台股的联动虽然没有绝对的关系齁，但是我跟你讲齁，美国虽然大涨，台股不一定大涨齁，可是注意齁，美国若大跌齁，台股一定先怎么样？一定先大跌开低一段再说，对不对？齁，所以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什么？注意一下美国重要的数据公布哦，你在看 Michael 老师的节目，我会教你很多东西啊。你看，来举例，你看现在我们的数据公布什么？你看 MSCI 年季度要调整即将揭晓啊、哦，美国即将公布什么 CPI 跟 PPI 多项重要的指数啊、哦？那什么意思啊？同学，我跟你讲哈、哦、，CPI 指数啊、哦，看这边 CPI 指数，你看 CPI 指数预估啦，好、哦，预估啦哈，大概好不好？大概会小降一点点。好、哦，如果公布出来是大概 3.4。好、哦，那你也不要担心，基本上美国啊，美股啊，不用太担心啊。那你们大概记得就好了哈。专业的事情 ，Michael 老师帮你注意，后续怎么走啊？其实你们也不要担心，好不好？为什么？你只要持续锁定我的节目啊，这种我会持续帮大家继续追踪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那台股的大方向你也不用担心 ，Michael 老师的班啊，帮你盯着。好、啊，该创新高的时候我会跟你讲要注意，任何风吹草动，只要你是我们的家族粉丝成员，好不好？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到你。啊、哦，你要记得加到我们家族粉丝
成员来啊哈。好啦，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台股指数，各位啊，台股礼拜一创新高，礼拜一创新高这边，礼拜一创新高，对不对？哈，这位啊，这张图是这边是礼拜一的，这边礼拜五的创新高，哎。昨天你还记得吧？昨天一开盘创新高，创新高，开盘创新高就怎么样？就一路怎么下下下下下就下来了。哎，同学，很多人创新高一追进去，追进去，哇，下去了，下去，冲进去，全力做多啊，哇，你就怎么样？哇，你就杀尾盘啊、哦。那我跟你讲，台股创新高，你要怎么样才会开心？你要买在哪里？你要买在下面，你才会开心呢、啊。你要买在下面，你才会开心呢、啊，懂我意思吧？你要买在下面，最好有一个人可以怎么样？最好有一个人哈。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，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，礼拜五，礼拜五我们就全力做多。那礼拜一开高，礼拜二再涨，你才会开心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老师，那我谁会通知我啊？有没有人通知我？有啊 ，Michael 老师通知你啊。通知怎么在聊天室，全台都收知道。礼拜五，上礼拜五时间统一时间收到了讯，你看在什么讯在这里？你看，礼拜五5月10号，啊、哦，5月10号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跟你讲什么？20700要买什么单？买什么单？多单。买多单，对不对？重点是我还怕你赚太少，我还跟你讲是做什么单，波段单，波段单啊，同学啊，你们不要赚太少，我在做波段单的时候我就多探多探啊，你说不要每次赚一点就跑，哎，你们常常都在问什么胜率的问题，但是你们有一个观念呢、啊，什么观念呢、啊？啊，重点不是胜率啊，是赚什么？赚要赚大条的啦，赚要赚大条的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我问你哦，你胜率很高，你做10次、9次都赚的。啊，每次都赚一点点，5点，啊，赔了半次赔100点。我问你，你胜率高有用吗？胜率高再高都没有用了。我跟你讲 ，Michael 老师哈、哦、是专门研究什么数学的，好、哦，他们是研究数学的哈、哦。你给我抱怨个30秒好不好？你们都乱搞乱求高胜率，很多老师乱讲，什么意思？来，什么叫 Michael 老师研究数学？我跟你讲哈、哦，什么叫期望值啊、哦？期望值，期望值，期望值，好、哦，我先写英文，期望值等于什么？等于什么？直乘几率和啊，哈、哦，直乘几率和啊，比如说 x 值乘什么几率的和，啊、哦，这个是期望值，期望值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是值，这几率，直乘几率和，哦、啊，记得哈、哦，因为它是和，所以你要再加个 sig 把它加起来，哦，你再看得懂吗？期望值等于什么？直乘几率的和加起来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你赚要赚什么？你赚要赚大的，怎么样赚大的？怎么样赚大的啊？你这个东西高，这个东西高啊、哦，你这个也高，当然这个就会跟着怎么样，跟着高嘛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你们在求胜率，求胜率啊，求胜率不是错，但是你求胜率的情况下，你要赚什么样？要赚大条的啊，炸条的啊、哦，所以你们的重点不是每天乱下单，不是你们要赚怎么样？看大条的，大条的啦！我跟你讲，拼一次，我们一次能赚100点、200点。你看，我说 Michael 老师每天这么爽，这么爽，我们一次都赚大的啊，赚大的啊！哎、欸，你一个月拼了几次一两百点，这个月就够了吧？对不对？你看看 Michael 老师怎么拼，你看看 Michael 老师怎么拼。好、哦，我一直跟你强调，20700多单，好、哦、多单拼多单，然后小波段，小波段，对不对？我一直强调波段单。你看，然后接下来嘞，接下来我跟你讲，20770到多少？20多少？890。20770买多，对不对？20890随便也赚多少？190点，好、哦，190点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190点，190点，一点多少？200块，哎，这样多少钱？3.8万吧，对不对？38000，正报酬产生多少？38000，啊，38000，好、哦，啊，你们随便，我跟你讲，你们随便哦，你随便下个两口好不好？随便下个两口赚多少？正报酬76000，好、哦，你随便用两口。用两口76000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你要跟要跟谁？你要跟我这一种的啦、啊，你要跟我这一种的，一次给他大条，给他咬起来，对不对？你一个月翻个几次，翻个几次，每次都1-2倍，1-2倍，你不是很爽快吗？对不对？那你当然老师老师啊，你跟你赚大条的，我跟你讲，不赚钱也困难的啦，真的啦。哦，那你不要每次老师，你不要每次都听我怎么说，好不好？哦，你听听看我们家族粉丝成员怎么说，听听看我们家族粉丝成员说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家族粉丝成员哦。你看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已经跟 Michael 老师超过5年啊、哦，使用软体以后至少正报酬多少？350万。哎、欸，这是我们粉丝家族，这不是我讲的，350万。还有人说什么？你看2间房子的贷款都是老师代单帮我缴的，轻松不少。哎、欸，有人帮你缴贷款，有人帮你缴贷款，是不是很爽啊？啊、哦，你看还有人说很多啊，讲不？你看还有人说什么？
目标完全不靠老公养，对不对？自己养全家人多爽多开心啊、哦！很多女性同学不要靠老公养，自己赚，对不对？回去工作有时候根本找罪受。你看还有人说什么？刚生完小孩两个半月，每天在家带小孩，光跟老师的大波段就把今年的年终先赚起来了。哦，他生小孩在家，对不对？他自己在家还可以赚哦。然后呢，同事一直问我要不要回去工作，他都不好意思讲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他在家。自己在玩，对不对？正报酬都比人家高啊！你看，还有人说什么4200点，多少？大台84万，小台多少？21万，21万。哎，你看这些家族粉丝成员啊，粉丝成员啊，哈，也感谢他们呐、啊，哈，给我们很多的什么正面的支持跟鼓励。好，我会继续帮努力，好不好？努力帮大家产生什么正报酬？正报酬，对不对？同学啊，啊，你要记得啊，你要怎么？成为我们家族粉丝成员，对不对？你要找到我嘛，你要找到我啊，对不对？我讲过很多次，你不找到我，我也没办法帮助你，对不对？你在股海茫茫木木茫茫寻寻觅觅这么久啊，你自己思考，谁可以真的帮到你？比到市面上这么多分析书，哈、啊，对不对？哦、啊，你要成为，你知道成为我们家族成员跟外面差多少吗？啊，跟我们差多少？你看，差多少？你知道吗？啊，差多少？差在这里啊。插在这个荧幕这里啊，你看，哎，人家散户人家财富增75万，这边但是扣掉台积电剩28万，差多少？50万啊，50万啊！哎，你跟一般外面的散户，你有 Michael 老师的粉丝的，50万啊，对不对 ？Michael 老师会带你怎么玩？阳明有没有啊？阳明有没有？有没有阳明啊？有没有阳明？有啊，我早就叫你进场买了、啊，你看现在不是很爽快吗？哦，来长荣有没有？长荣有没有？有啊！你看长荣这里 ，bang， 几月几号？5月13号，在下午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了，我们开始要做这一支的 ，bang， 喷出去，对不对？万海有没有？有啊！万海我刚不是讲了吗？也有啊！好、哦，万海等下找给你哈、哦。你看鸿海有没有？有啊！鸿海你看103，哎，103同学啊，103哎，103哎，我叫你一直报一直报，随随便便好不好？170好不好？鸿海有没有？鸿海有没有？我买在103呢。台积电呢？台积电有没有？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买了多少？530嘛，对不对？你看现在嘞，啊，现在嘞有没有上去？有没有上去？现在800多了啦。好啦，算800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哦，800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你看到力道 K 线一路红。好、哦、啊，万海嘞，万海不用讲，这几天这两天你看荧幕截图有没有？万海有没有？有啊。前几天了，5月9号，我告诉你这一支万海荧幕截图啊，你们自己看，不信的自己回去看重播好不好？自己看重播，我把它截出来的。你看万海，对不对？你看发生什么事？涨停板，涨停板啊！我跟你讲，涨停板啊！啊、哦，现在这种时机哈、哦，类股轮动，好、哦，我跟你讲，类股轮动很快。好、哦，类股轮动很快。好、哦，你不要抓错股票，你不要抓错股票，你要跟着 Michael 老师。抓下一档股票，好，要抓谁？要抓谁？我抓完我航海王，我又要抓谁？啊，我要抓谁？哦，这个同学哈、哦，你要好好的找到我，好好的找到我，对不对？你花一点时间嘛，对不对？同学，你今天既然都看到我了，哦，你也可能也看节目看一段时间呢，哦，我也印证无数次给你看了，你看谁有本事？哎，我跟你讲，谁有本事啊？谁有本事在这边带你进去？啊，谁有告诉你这个东西？我是谁？我是交大电机博士班，我专门在研究数学的。谁有本事在这边叫你进去买，砰喷出去，礼拜二又喷出去。啊，谁有本事带你做这只涨停？谁有本事带你做这只涨停？对不对？哦，那你找到我，就是我们大家有缘嘛，对不对？你找到我，我会带你做，我会带你做，我会告诉你讯息，告诉你讯息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怎么找到我？啊，我讲过，你花一点点时间，好不好？你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认真看广告。好，不用花太久，一分钟认真看广告，你找到 Michael 洪老师，好不好？找到 Michael 洪老师，全台湾最爱帮你赚钱的好老师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投顾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